FM 首播。首播的歌曲给你，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呢，来自于蔡敏佑。哇哦，上次呢看到蔡敏佑的时候呢，他只有19岁哦，2006年的时候。隔了1年8个月呢，带来第二张专辑《我回来喽》，全新的第一波的创作歌曲来自于蔡敏佑，《我回来了》。别说我的能力不够，我听不懂在说什么，麻烦上网做个研究，搜寻蔡敏佑。有很多的事关于我，不可以随便说说，乱说会被赶出地球。我懂我的一切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我回来了，不是那个谁，不要贴标签，这样不 OK。成对的说话不要动着西车，穿的衣服很有学问， can't find so whatever。 说真的我其实不 care， 只是想写一首歌纪念我的无聊狗的。这是我的音乐，我要你们都听见。我回来了，不是那个谁，这样不 OK。 我回来了，用我的音乐征服这世界，因为我酷炫。我回来了，原来可能都忽略我们最真实的一面，千万不要被改变，要清楚自己是谁。真的我要说谢谢，这是我的酷炫概念吧。1年8个月带来他第二张的专辑《我回来了》，这首歌曲呢是蔡明佑首支的主打歌曲《我回来了》。再用这首歌曲呢告诉现在的年轻人，其实呢大家在网络上发话，或者在真人节目上呢现身，或是用歌唱比赛来秀智自己哦，这样渴望呢被大家看见的方式呢，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忽略像那个单纯在家里的自己，可以开心玩，自由的说话，做自我，酷炫的做自己。来自于蔡明佑，即将呢在7月11号就要发行的《我回来了》首支主打歌曲，非常具有朋克摇滚曲风的《我回来了》。